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。名是地位，第二段。第二段有四首偈颂，我们还是从第一首念起，若以智慧为先导，身与意业恒无实，在其愿力得自在，普随住去而现身。自在，我们讲了三条啊，我们是依据《大乘庄严经论》里面所讲的四种自在啊。我们现在看第四条。第四条是得业自在，是地发云，这是发云地的菩萨的，于诸烦恼业缚啊，悉能通达，更无障碍也。这是讲的发云地的菩萨啊。那前面我们说过的分别自在。得刹土自在，得智自在，那么前面两条八地菩萨，第三是九地菩萨，这一条呢是法云地的菩萨，十地。这个诸烦恼，就是一切烦恼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这三大类。或者呢，佛把这个三大类呀，也设为二障，一个是烦恼障，一个是所知障。断烦恼障是福烦恼，确实并没有真正能断掉。就小乘的阿罗汉定功很深啊，可以说呢，这个九次地定呢是真正的禅定。三界之内的四禅八定啊，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禅定。为什么呢？它会失掉。九次地定呢，不会失掉了。我们可以说，这个功夫啊，真的是到家了，不会再失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色界天人、无色界天人，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。他们定势掉之后还会堕三途啊，那堕三途当然定功全失掉了可是阿罗汉呢，阿罗汉就得到了位不退也他是真的位不退了
不但呢，它不会退转变成凡夫啊，它也绝对不会退转退到斯陀含啊，退到须陀含不可能啊，证得阿罗汉绝对不会退转的啊，这就真的就得禅定了啊。禅定怎么样呢？禅定呢，伏烦恼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能永远把它伏住啊。虽然烦恼习气在阿赖耶识里头它不起作用，这是了不起的功夫啊！啊，那什么时候把阿赖耶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，就是烦恼习气种子，把它转变成智慧？所以烦恼即菩提啊，烦恼是迷啊，转迷为悟啊，这诸位都知道啊。啊，转迷为悟实际讲是转烦恼成菩提，菩提不会再变成烦恼啊，那就叫什么，他永远不会再迷惑了，悟了之后啊，不会再迷惑了。这桩事情楞严会上富罗那尊者提出来向世尊请教啊，世尊答得非常之好啊。那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，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世尊在一般大乘教里面讲啊，八地菩萨了，八地菩萨不动地啊，八地菩萨看到诸法实相。他是真正证得啊，证得诸法实相，那就是成佛了啊。八地是刚刚证得啊，那么诸位要晓得，原教里头，华严是原教。初住菩萨就破一品无明，证得一分法身了啊。别教是初地，原教是初住，那么别教的八地就是原教的第八住的菩萨我们在学习这部经的时候，前面给诸位提到过啊，原教确实是不一样啊，真的是有超过一般人的智慧啊。你说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他烦恼轻；第二个，多生多世的熏习，那不是天生的啊。过去生中啊，都学过大乘，都学过圆教，生生世世在熏习，所以善根福德深厚嘛，这一生有缘又遇到了
啊，所以虽不能证悟，解悟很可能啊。啊，而佛祖常常告诉我们，只要真正见到诸法实相，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性相不二啊。发心在哪里？相就是发心。古人怕初学的难懂啊，中下根性的人呢不容易领悟，用比喻来说，娴熟过死用金丝子做比喻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这个事情好懂啊。我们到这个卖黄金这个店铺里面去看看啊，你看各种黄金做的啊，项链、手镯啊、首饰，花样很多啊，琳琅满目啊。啊，小店也有几千种啊，大店呢有一两万种的不同的花样。啊，花样再多那是气不一样，相不一样。那它的本质呢，本质都是黄金。祖师把金比作发心，把这些相呢比作现象啊，这个法相，法相千差万别，法心是一个。法心在哪里呢？法心跟法相分不开呀。精就在气里头啊，气就是精啊。精跟气是一，不是二啊。这个我们懂得了。那么什么人能够见到？我们现前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它的质料，哎，就是发心。谁能够见到啊？现象千差万别，法性从来不变啊。正因为你迷失了法性，你在法相上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就叫烦恼啊！妄想分别是烦恼，执着就是业缚。为什么？你造的业啊，造善业，你受善报，被那个善报吸附住了；造恶业呢，那三途的恶报啊，把你吸附住了。总而言之，你跳不出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就是烦恼业缚啊。啊，只有真的觉悟了，他才于诸烦恼悉能通达。他通达什么呢？哎呀，原来
就是发心嘛。性相一如啊，理事不二啊。那从相上看差别了，从性上看没有差别，从性上看不二啊。你能不能看到真妄不二？邪正不二，然后再细细观察，生死不二，苦乐不二，是非不二，邪正不二，佛母不二，试问问，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吗？没有了。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见不到，确实是不二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你见到事实真相，就是见性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你是真佛，你不是假佛啊。那你们，你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，不是业力来的，你不是受果报来的。你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教化众生来的，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称为大法师九地是法师地，十地是佛地。这一句经文就是说的佛地，它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底下有一句是普随住趣而现身，就跟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所说的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不是自己，啊，我要想现什么，不是的，自自然然的。啊，随着众生的业感呐、啊，啊，众生有意思见佛，就现佛身。有意思见菩萨，就现菩萨身。啊，三十二应。圆通无碍啊。啊，那么真正相学，也真正能够如理如法啊，你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在相上去观心啊，像千变万化，那个心从来没有动过啊，如如不动啊。相虽然千变万化，这个就难在这里了。
你不能有分别之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初学嘛，这个妄想是没办法，绝对断不掉的，就是起心动念肯定有的。啊，功夫用在哪里呢？不分别不执着。啊，不是我现在，哎，我现在我不分别不执着，看看我能不能见得心。你还是用的分别心，用的执着心，所以你见不到，连相似都见不到，哪里能见到真实呢？啊，真的不分别了，真的不执着了，那你肯定就见到了。啊，你想想看，你不分别，你不用意识，你不执着，你不用摸那识。你看相宗给我们讲的，转八识成四智啊。六七因上转呐、啊，五八是果上转呐、啊。这五八你就不要操心啊，你就在因上。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，此地宇宙烦恼业缚悉能自在，这两个转过来了，所以他悉能通达了。啊，像般若经上讲的，性有相无，理有事无，所以他的心不动了。这个心不动呢，与性相就融成一体了。啊，因为心不二啊，大小没有空间，来去不二，先后不二，没有时间。所以才有能力随众生之感，能够变法界应身。这桩事情我们反复听了，不可思议啊！你要是真通达明白了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发而如是嘛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，一点稀奇都没有啊！啊，这个就是佛在华严给我们讲的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这是讲的德相。
啊，我们今天谈什么？情执放不下了啊，念念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做了主宰啊，这个东西做主，这是迷呀。把你搞颠倒了，我们前面跟诸位做了一个甚凡迷雾示意图，就是根据华严经的教诲做这个示意。你要细心去观察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不是真的障碍了心性呢？没有，与心性毫不相干，就是说法性上没有这个东西。法相上有没有呢？法相上也没有。是我们冤不冤枉？所以它叫妄啊，它的根是什么？根叫妄想嘛，你就想到那个妄字嘛，妄是假的嘛，不是真有啊。啊，我们用颜色。红黄蓝三种颜色，这三原色来做代表啊，把红色的代表执着，蓝色的代表分别，黄色代表妄想，你把这三个颜色好像三副眼镜一样，你戴在这个眼镜上，你看到外面境界就模糊了。外面境界什么法相，把我们的眼睛比作什么法性啊，这个三大类妄想就是眼睛，眼睛有没有妨害了我们眼睛？有没有妨碍外面的境界相？也没有。外面境界相代表法相，眼睛代表法性，法性里头没有东西，法相里头也没这个东西啊。可是现在这个东西存在，这个东西是虚幻不实，所以起心论你给我们讲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。本觉是什么呢？本觉是法性跟法相。诸位要晓得，法性跟法相是一体。法相是法性变的，就好像金器是黄金制造的啊，它的体质是黄金。你能把它分开吗？分不开啊。一天到晚打妄想啊，不要想别的，你就想这种事情。你常常想，想这个事情。这个在佛法里面讲，叫疑情。你看古大德说得好啊，小疑则小悟，大疑则大悟，这是疑情啊。你没有疑情，你就不会开悟啊。疑情跟怀疑不一样，怀疑你是那是烦恼啊，疑情是功夫，不是烦恼。佛所说的绝对没有错，我相信，但是我没有证得，
啊，我总是把它常常放在心上。啊，这叫一切。啊，那么这个问题，这不是小问题，这是大问题啊。你功夫做成熟，豁然大悟的时候，那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哎，见性就成佛了。这个不是小意，是大意啊！性相不二离世也如啊，整个宇宙一体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都是讲的实话啊。虚妄爱不爱死呢？不爱死。所以众生多，众生有感，你去应啊，许许多多众生应，你同时也这个众生感呢，你同时也能够现许许多多境界去应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头，帮助众生明了诸法实相，明了之后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才真正知道一切法就像大般若经所说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所以你那些贪嗔痴慢的习气全都没有了，一扫而光啊。现在你习气为什么断不了呢？你认为这个东西都有，你不能把这些东西看成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，有无不二啊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障碍呀。啊，给凡夫受到究竟处的时候，他不了解生死不二，没有生死啊！啊，现在外国人说的很好，生没有生死，那灵魂不死，啊，生有生灭了，灵魂不灭，灵魂是自己，生不是自己，那生就像穿一件衣服一样，这个跟小乘人的见解相同。啊，所以贪生怕死没有了啊，知道这个舍身受身呢，不过就换一件衣服而已，就那么自在啊，就那样的没有挂碍啊。这个是得业自在啊。业是什么呢？业就是造作啊，用在菩萨讲呢就是应化他能够随类现身，能够随缘说法，所以身没有一定的身，法也没有定法啊，活活泼泼得大自在啊。
这个我们到底下一段呢，第三段，这个经上讲了有十自在，自乎十地十自在，内容就更丰富了啊。那么像这些经教啊，佛常说啊，我们也常常在学习，不断在重复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这就叫常时熏修啊，怕我们忘掉啊。啊，这个是有功恨修行，不是无功用道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之后，才是无功用道。啊，你虽然是不执着了，执着放下了，分别放下了，你妄想没放下，还是有功用修道。啊，有修有得，无功用用道的时候是无修无得，那个不一样的，啊，那个境界不是我们先前的境界。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就好，啊，可不能生妄想执着，啊，那一生就错了，啊，那对自己造成了伤害了。大宝积经里讲五种自在，与这个大同小异啊，里面有讲呢，受命自在啊，菩萨成就化身慧命，了无生死受邀啊。这个是见性的人啊，见性的人，我们人间讲寿命，他有没有了？没有了啊，没有寿命，在称无量寿啊。你要问为什么他真的发生了？什么是发生呢？在相上见到性，就性说是发性见性，就相讲呢是发生，发生跟发性是一不是二这种状况，你看佛设了一个术语，叫它做慧命。啊，我们现在人讲生命，身体生命。啊，佛设这个叫慧命，说得好啊。啊，慧命里面没有生死，没有什么长寿短命，没有。业万劫而不长。除一念而不断呐，但为度脱有情呐，一住方便随机示现，长短寿命之相是其心呐，无所挂碍，他心是定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菩萨示现在。就发界
实际上是十法界了。十法界跟九法界是一，不是二，这个诸位要知道。讲十法界就讲菩萨佛，讲九法界的佛也是菩萨。啊，示现我们问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的示现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执着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分别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妄想？给诸位说，都没有啊。都没有，怎么能给我们讲这么多经呢？如果是都没有的话，连实现也没有了。我们得怀疑，不能说没有道理啊。真正道理在哪里呢？我们落在二三里面的，怎么能不怀疑呢？那佛菩萨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情呢？佛菩萨不二，执着与不执着是一，不是二。分别跟不分别是一，不是二。妄想跟无妄想是一，不是二。这个道理可就深了，我们不知道了。所以佛现身跟不现身是不二，佛说法跟不说法是不二，您能懂吗？所以佛有的时候啊，也点醒我们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这个话我们听过啊。你这个话懂得之后啊，那你就晓得佛现而不现，不现而现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举一反三啊，闻一知十啊。佛在一切法不二的境界里头啊，那我们怎么？我们是哎呀，那是佛，我们是凡夫。你看，二啊，我们有凡有圣呐、啊，啊，而在佛的境界里，凡圣不二。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麻烦的，嗨，就是这个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三缚，虚幻不实的眼睛，啊，凡夫迷在这个里头啊。说个不好听的话，就不肯放下了。那佛菩萨妙在哪里呢？妙在明白了，一下放下了。这三样东西没有痕迹，如果有痕迹的话，那就是真的了，那就不叫虚妄了，没有痕迹。所以真正聪明要从这里悟入
啊，难是因为它没有痕迹，不像是有个东西，真的有个东西已经，哎，那我拿丢了就算了，哎，它不是的，啊，你所以放不下的是在佛教佛法方便的这个言语里面讲的习气太深了，啊，偶尔放一下，啊，离开的时候它又起来了。那个偶尔放一下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，哎呀，放了一道光了，虽然时间很短，难得，为什么呢？无始劫到现在你从来没有放过光，突然之间放一次光，难得了啊！希望以后多放几次，希望以后放的时间长一点，这是修行的功夫。哪一天把这个无明真正破掉了，放大光明啊，这在佛法称为大光明藏啊。啊，要晓得自信是光明的，不是黑暗的。现在我们看整个天空是黑暗的啊，这是什么？无明，就是妄想。啊，你看我妄想多厉害，把整个宇宙变成一片黑暗，这妄想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妄想破除之后，这那个黑暗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也不好懂。可是在中国不少的修行人有这个经验啊，那是暂时放下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就记载一桩事情啊，老和尚在山上啊住茅棚，茅棚很简单的，所以要常常啊到庙里头去大寮里面去拿一点东西回来吃啊，粮食啊要从大寮去拿。那么茅棚居立这个庙的时候有相当的距离啊，走路的时候大概走一个小时，山路啊，啊，那么有一次虚老和尚就从庙里回茅棚，黄昏的时候啊，他慢慢走，在半途遇到两个人迎面而来，拿着灯笼回到庙里去。这两个人路上碰到虚老和尚，问他怎么天这么黑啊，你到哪里去啊？虚老和尚听了这句话之后啊，突然之间天黑，他没有说这个话之前呢，虚老和尚的时间永远停留在离开这个庙的那个状况。他心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也就是说在那么短的那个时间之内，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所以天空是明亮的，结果人家这么一提呢，他就没办法再恢复了啊，感觉到个天突然之间黑下来了脸谱里头记载这段事情啊。
那么从这段事情里面，我们就能体会到啊，佛经上讲的境随心转呐、一点没错啊。啊，虚老和尚绝对不是大妄语的。跟那个云印老法师，这是在这个啊，云印老法师晚年有两本书，一个是《楞严经讲义》，一个是《圆觉经讲义》。他一生的著作，这两种最好，70多岁时候著作的，成熟。啊，以前是年轻时候写的，这个两样东西真的纯熟了，序文里头记得一段事情。啊，他在疗房里面打坐，啊，突然之间想到一段事情，立刻举办，啊，下了床铺就走出来了。走出来之后才心里想到，哎，好像我刚才出来的时候。我那个门是关的，我没有开，怎么出来了？回头一看，疗房门是关的，再推门进不去。里面确实是关的，这就说什么？你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东西是没有障碍的。啊，以前。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老师叫我们，他说你们大家睡觉，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啊，是啊，他说你记住，什么时候你突然在梦中感觉到，哎，你是在做梦，你就想到佛法里面的一切墙壁什么没障碍，哎，你看那个墙壁，你就可以走过去。你真的会走过去，那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啊！这个试验你要是能够体会到，然后看看我们现前这个环境也是如此一个道理啊，没有障碍啊！啊，你要记住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虚妄跟虚妄为什么会产生障碍呢？啊，你这个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，这个虚空的光明都永驻啊，别人看到是黑天，他在黑天走路，他是在白天走路，不是在黑天走路。啊，可是念头才起来，天立刻就黑了。啊，所以要晓得，尽信之人呢，你看，以住方面就种种方便，没有一定的方法。随机实现的啊，寿命长短完全是感应啊，这个众生愿意跟他学，对他有信心，学习的时间长，他就多注视。如果众生对他没有信心，不愿意跟他学，他就走了。啊，没有注视的必要啊。长是利众生，短也是利众生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释迦牟尼佛示现灭度是度众生的。啊，他要不灭度。
有很多人不能觉悟。啊，他一灭度了，大家一听佛不在世了，这下惊慌了。哎，我为什么没有好好跟他学？啊，再想想呢，以前佛的教诲，现在赶紧认真努力。哎，真的，有很多人开悟了，有很多人证悟了。众生得度的方式很特别，不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出世是度众生，灭度也是度众生，没有一样啊，不是利益众生的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那么这一首偈呢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